你看，你这个小家伙啊，今天害着我被扣了200块钱。哎，不过看在你刚才表现还不错，我就原谅你了。你是一个人，我也一个人，啊不对，你是一只猫。以后呢，你就跟我混了，我是你大哥，你是我小弟，咱俩以后搭伙闯江湖，你看怎么样？不好意思啊，没吓到你吧？没事没事。可乐，这些是你画的？你画的真好，没想到你送外卖之余还画画。我是前年来的福城。然后这两年一直在考福昌美院，都落榜了，所以我这没办法。那你今年还会再考吗？当然啊，我一定要考上的，不管用多少年。哎，我看你人物画的真挺好的，你要不帮我们俩也画一张？啊？好啊，好啊，好。哎，请坐。谢谢。啊。卡洛，过来。坐呀，坐，坐。先生，你可以靠近一点。啊，靠近点。哎呀，不是特别好吧？要那么近吗？你们可以再甜蜜一点。啊，不用了吧？还要再甜蜜一点？那我委屈一下我自己吧。你看这样，行不行？你得快点画啊，我怕我支撑不了太久。哎，对了，你们可以抱着小菊，这是我这特色项目，特别受欢迎。行行，那你抱，我来照顾卡洛。小菊，哎，小菊呢？小菊。小菊，哎，卡洛，小菊，你干嘛去啊？它真的是你的猫啊？其实是我刚刚捡到的流浪猫。哦。他是不是要带咱们看什么东西啊？带咱们去哪儿啊？好奇吗？走，去看看。这哪儿啊？进去看看。这儿应该就是流浪猫的栖息地了。我看要不这样吧，助养的捐款应该还有不少，我觉得我们可以定期呢给他们送一些食物，带他们做一些体检。嗯，难道让他们住在这儿？但这四面透风的，冬天太冷了。医院已经没有任何多余的地方了，你自己考虑清楚吧。小菊，我知道你的心意了啊，回来吧。
我去看看。你怎么了？我看看。糟了。